这里是我家，西藏成都市卡洛区伽玛乡歪子村，一个紧挨着澜沧江源头之一的扎秋河的地方。我每天从扎秋河边走过，我很想跟着他，把我们的唐卡绘画艺术带到未免更远的地方。我叫吉米丁森，今年21岁。我从14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唐卡绘画。3年前我就可以自己完整的绘制一幅作品。我们绘画的唐卡属于噶玛噶支画派，这里是这个画派的发源地。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在画唐卡，到我和哥哥弟弟这一辈已经很多代人了。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热爱画唐卡。伽玛乡不只是有唐卡绘画，好多人打佛像和古筝配饰也很厉害，基本上每家都有手工艺人绘画唐卡或者打佛像。2002年，我们乡就被自治区命名为了民族民间手工艺树枝乡。平时画完唐卡，我喜欢和兄弟朋友们一起跳舞。我最喜欢在耍把子的时候跳舞，因为那时候我可以和我这里山水树还有动物离得很近。耍把子是我们这里一种活动的名字，每年到了草地立起来的时候，大家相聚在森林小溪边吃东西跳舞聊天，和春游踏青差不多吧。我喜欢伽玛乡这个地方，热爱我扎秋河边的村庄和江。我会一直在这里传承好我们唐卡绘画和工艺品铸造，守护好我们一生亲生。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西藏成都，西藏卡洛，美丽的伽玛乡。